这一章我们讲的是感应电动式。感应电动式啊，跟磁场有关。那么我们有两个定律，一个是法拉第定律，一个是动身电动式啊。法拉第定律，它是这样子的 ：dΦ over dt， 这是磁通。磁通的时间变化率的负值，这个负号在这里呢是要判别整体正负，来判别电动式的方向。如果说这个线圈它不止一圈，有 N 扎，每一扎都有电流啊，那么这个电动式它就等于负的 N 倍啊，它就等于这个值的 N 倍啊，这个是法拉第定律。好，这个是法拉第定律。另外一个就是动身电动式。动身电动式就是如果有一个导线在磁场里边运动，或者我们说这个导线呢在磁力线当中切割磁力线，那么导线里面呢也会产生电动式啊。那么这个电动式呢，我们是用这个式子来看哈、EN dot DL EN dot DL， 那么你导线如果只有一段长的话呢，那么它就是 B 到 A。 B 端我们一向是把它代表电位比较低的那一端， A 端就是代表电位比较高的那一端。 EN 呢它又等于 V 导线运动的速度跟 B 场的 cross 啊，因此啊这合并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写成 V cross B dot DL 啊，这个是动身电动式，就是说导体在磁场里面运动而产生的电动式啊。那么这个方向的判别我们说过，它是用 posi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， 我们就以磁场作为参考，右手大拇指指向磁场。那么如果电动式是 positive， 就表示电动式是啊右手的螺旋方向。如果电动式是 negative 的话呢，它就是跟右手螺旋的这个方向相反啊。那这个呢它的方向啊，这个电动式的方向就是 EN 的方向，这两个判定不一样。后来就有一个科学家叫 Lenz， 他就说反正都是电动式啊，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机制啊，就是说产生电动式的原因，这两种都可以用得到哈。于是他就开始来思考，然后他呢最后成功了哈。他就是说啊 ，Lancelot， 他就是说，一个导线上面为什么会产生电动势呢？他是说啊，就说导线当然有磁场了啊，有磁场，在磁场中的导线为什么会产生电动势呢？他是说一定是这个系统里面呢、有某一种因素随着时间改变啊。那么产生电动势的目的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要来反抗
你这个改变的原因啊，反抗它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假如啊，我们有一个线圈啊，当中有磁场，假定是这样子 ，OK， 磁场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说，如果磁场越来越大，磁场越来越大，它这个就是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系统里面啊，磁场改变，磁场改变呢，法拉第是说，这个时候要用磁通，磁场越来越大，就是磁通越来越大，啊，磁通就是单位面积。有多少磁场哈、单位就是说磁场乘上面积，这就是磁通嘛，对不对 ？dot 哈，磁场 dot a 就是磁通嘛哈。好，他说，好，你现在变动的原因呢、磁通越来越多，磁通越来越多，我们根据法拉第定律啊，EMF。我们先写这个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 EMF 减掉 dphi over dt 就要小于零呢、小于零，这是根据法拉第判断哈。这个方向 positive 是这个方向 ，negative 是什么方向？这个方向，所以这个时候的磁通还磁。EMF 啊是这个方向。好，那么 Lenz 就说，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 EMF 呢？他说有这么一个 EMF 啊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产生电流，产生电流。啊，那有电流的话呢？有电流的线圈不就会产生磁场吗？根据安培定律，这样子的电流磁场朝哪一边？这样的电流，这个方向对不对？是不是跟这个相反呢、是不是跟这个相反？你原来在这方面越来越大嘛，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磁场啊，跟你对冲，让你比较小啊。对冲 ，OK， 啊，为了要产生这么一个对冲的磁场，啊，所以它要有这样的一个电流，有这样的一个电流，它就要有这么一个电动势啊。好，那么你再看这个，如果说哈、我们还是用这个图 ，OK， 啊，我们再画一个好了。如果我们假设磁场还是朝里头，不过呢，它现在的磁通越来越小，那么 EMF 等于 dphi over dt 就是 positive sense， positive sense 就是朝这边。啊，法拉第就说他要产生一个电动势啊，朝这边。好，那么 Lenz 怎么解释呢？他说产生这个电动势啊，是要反对他改变的原因。他改变的原因就是改变的因素就是磁通变小，磁场变小。好，你要反抗它，怎么反抗啊？你就啊，有 EMF， 它就会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啊。这种电流产生的电场磁场什么方向？这个方向跟它一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跟它一个方向啊？所以说你要变小啊，它也反对，它就补足你哈。在你这个方向啊，多给你一点啊，它是啊，所以大自然呢、
是有这样的一个定律在里面哈。这种现象我把它有一个比喻哈，比喻成什么？好像我们人呢，今天我们社会上民主社会啊，常常会有这种自力救济，对不对？你公司有什么政策啊，跟我们的利益啊有相反的话哈，我呢就反抗啊，反抗。比如说啊，像这个就是自力救济哈。本来我薪水给你一个月6万块，你过得很好，但是不景气的时候，我公司都快要倒了，咱们大家都吃苦一点嘛哈，啊，就减成为4万块。老板是这么打算啊，你公司要有永续下去的话，你就要大家苦一点呐、啊。可是这些员工就不高兴了、啊，你凭什么减我的钱呢、啊？啊，于是自力救济啊。那现在自力救济啊，就不是这么不是大自然的自力救济了，那他就是抗议哈、啊。那你再不妥协的话，就一把火把你工厂给烧掉哈、啊。这是人的自力救济。暴力啊，但是大自然呢、啊，很温和哎，很可爱啊，啊，他就好像一个人呐、啊，啊，你本来6万块一个月，老板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没钱了，大家苦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你减2万块钱，少拿一点哈、啊，那么公司少亏一点，我们可以活下去。他说好啊，好啊。啊，那他一个月要用6万块，现在只有4万块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银行有存款哈、啊，我每个月多提2万块钱出来，哎，加进去就好。他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啊，所以大自然的自力救济啊，跟我们人呢、啊，不太一样哈、啊。我举这个例子，只是加深一些我们对于这个现象的一个印象哈。啊，好，这是法拉第定律，它可以解释法拉第定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它来解释动声电动式。动声电动式是这样子，我们上次发一个图，说有一个导体在磁场里边运动的话啊，那么它会产生动声电动式啊，这个是磁场啊，磁场，现在磁场不变咯、哦、啊，磁场没有改变呢，是这个导体在里面，在磁场里面运动啊，磁场里面运动。好，它产生电动势，我们上次说过它电动势是什么方向呢？它是因为这里头啊，我们拿 positive charge 来作为例子啊，它会在这里产生一个Q V cross B 不是 EN 等于 V cross B 这个方向，所以 Q 被 EN 推上去了，于是它就在这个地方堆积正电荷，这里堆积负电荷，这个电位比较低，这个电位比较高，于是就有 EMF 朝这一边去， EMF 方向跟 EN 一样。好， Lenz 怎么用他的话来解释这个呢？他说这个系统啊，本来有导线有磁场，现在什么东西在变呢？导线的位置在变呢。如果导线不动的话哈，没有磁场哦，啊，没有电动势哦，导线在运动。好，你改变，你把你的位置改变往这个方向去，他就反对你，不让你去。就好像说你们以后有男女朋友哈，哪一天吵架，你女朋友一气要往那边走了，不理你了，你是不是把他拉回来啊？你会把他推走啊？会不会顺势再推他一把？不会，你一定把他拉回来啊！这个也是一样哈，
他要往这边改变位置，你把他拉回来，你怎么拉回来呢？大自然不是用手拉呀，大自然的方法多得很呢。他说好，我要想办法在这里产生力的话，如果这个导线有电流不是很好吗？啊，电流如果朝这个方向啊，如果这个 EMF 这个方向啊，哈，如果它现在产生一个电流啊，是朝，这不是向量啊，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，那么它会有一个力啊，那么这个力呢就是这个方向啊，这个 F 要等于 I L cross B， L 就是这一段长，你看 I L cross B 是不是这个方向啊，你有这个电流就会产这个方向的力，这个方向的力就会啊阻止这个它往这边走，你要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就要有这个方向的电动势啊啊，所以Lenz law 呢这两种电动势的方向啊，它都可以用一种说法把它解释了哈，所以它非常的成功哈啊，这个是 Lenz law。 你不要看这么简单哈，其实也不简单啊，他头脑真的要很冷静哈，来思考才可以。我记得我在国初中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是初中啊，我们课本翻成冷次定律啊，翻成冷次定律啊，当时就有一个感觉，哎，这个 Lenz 是不是个二愣子啊，要不然怎么会姓愣啊，对不对啊，好像那个笨笨的哈，有点250的样子哈。其实你看他能够把这两个方法哈，毫不相干的方法能够统一在一起啊，可见呢他的头脑很冷静，所以现在就不翻成冷次了哈，现在把它翻成冷次定律哈，说这个人头脑啊很冷次很冷静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举一些例子哈，我上次提过，很多人用法拉第定律啊，他都是用法拉第定律来求 EMF 的大小，方向呢就用这个来做，当然可以了，但是这有一点遗憾，对不对？法拉定律本身就能够决定电动势的方向，它有正号负号在里面，那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决定哎，就用 Lenz law 来决定，结果有一个什么现象产生呢？你往往从法拉第定律得出一个负多少，像我们上一次负 WBV， 这个负号就不晓得干嘛的啊，不晓得负号要不要写出来啊，那么负号到底有什么物理意义你搞不清楚啊，那么我希望我们现在啊都听懂了，都会用了，你会用法拉第定律求出大小就可以决定它的方向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啊，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假如这里有一个长方形的线圈，长方形的线圈这一边呢是长度为 A 啊，这一边的长度啊是 B 啊 B， 好，它摆在一个磁场里面啊，摆在一个磁场，我把磁场也画出来啊，整个区域有一个均匀的磁场啊，这均匀的磁场比如说是这个方向，方向好，现在我们呢首先看
假如这个线圈不动，是磁改变啊。好，那我们写啊，线圈不动啊，磁场为 B 等于 B 零啊 ，B 零 sin omega t， 或者我们把它写成 cosine 好了 ，cosine omega t， 就说 B 零呢，它是时间的函数，它时而变大，时而变小，方向也在改变。那现在我们要求这个长方形线圈的 EMF， 好，那你现在要怎么做？我们说过要你求 EMF 的时候，你就想说我们呢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就是法拉第定律，一个是动声电动式。什么时候用法拉第定律呢？就是导体没有运动，而是磁场在改变，就用法拉第定律。什么时候用动声电动式的方法求呢？就是磁场没有改变，而是导体在磁场里面运动，这个时候用动声电动式的方法来求。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现在是磁场等于 constant， 对不对？啊，磁场不是 constant， 而是线圈不动。线圈不动，磁场在改变，用法拉第定律嘛，哈、啊，法拉第定律，我们判断好了。好，法拉第定律，我就把法拉第定律写出来。它只有一扎，所以就用这个。啊，你要求这个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 magnetic flux 等于什么哈？我现在把这个线圈的面积向量把它写在这里，面积向量要跟这个面垂直哦，啊，跟面垂直。那么这个就是面积的大小，它等于 a 乘 b， 啊，长的这一边乘短的这一边，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 flux， magnetic flux， 根据定义它就等于磁场与某一个面哈，某一个面上面磁场跟面积向量的内积来积分啊。好，这个是第二式。那现在我们看啊，那么 A 就是面积向量，线圈在这里的时候 A 就是朝这里，面积转到这里的时候 A 就是朝这里，但是这个磁场啊始终是朝这一边啊。当面积是这个方向的时候，磁场跟面积向量同一个方向，两个向量重叠。当这个面转过去的时候啊，面积向量转过去了，而磁场没有转，磁场还是原来的方向，因此它这里我们假定会有一个西塔角啊，就是说磁场不动啊，这个转了一个西塔角的位置，它就在固定在那个位置了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B dot A 是等于什么东西啊 ？B dot A 是等于 B， 这是常数 ，B 常数 ，A 也是常数哎。B 乘 A 乘 cosine 西塔，好，我们先计算这个好了哈，这个不要等于二，我们就在这边计算，直接算过来好了啊。它就等于 B 乘上 cosine 西塔。
乘 dA 啊，那么基于整个这个面，整个这个面啊，这个面就是 S 了哈。啊 ，B 常是个常数 ，θ 也是个常数，可以提出来，里头就是 dA 哦哈，所以它就是等于 B cosine θ， 这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，dA 的积分就是变成 A， 变成 A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带进去了 ，flux 要对时间微分。这个 flux 是不是常数呢还是时间的函数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带到 B 里面来啊，所以我们先写 A 乘上 B0 cosine omega t 再乘上 cosine theta 啊，等于这个，所以flux 呢是时间的函数啊，时间的函数哈，那我们把这个带入第一式，那我们就得 EMF 要等于负的 d phi over dt， 那么这些都是常数，我们提出来，那么只有 d cosine omega t over dt。好，那么 cosine d cosine omega dt 负的哈，负负得正，所以它就等于 a 乘上 b0 乘上 omega cosine theta 还是这个，这个就变成 sin omega t 啊，变成这个哈。EMF 就是这个啊，那么当这个是正的时候啊，啊，它就是 positive sense， 这个值是负的时候它就是 negative sense， 所以在这个线圈上面呢，它的电流啊不是直流，它是交流电哈，交变的电流 OK。好，这就是它的 EMF。 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一题啊再来看一下哈，还是这一题，我们这个用 A 好了啊。好， B 若哈 B 常等于 constant， 磁场是定值，线圈呢以 Omega 的角速度在这个磁场里面旋转哈，我们在那画图哈，求 EMF 哈，求这个时候线圈的 EMF， 我把这个图啊重画一下，面积向量，然后磁场，磁场保持大小跟方向都保持不变啊，那就是说起初线圈这个方向，面积向量也是这个方向，然后这个电磁场也是这个方向，所以 A 跟 B 两个向量重叠，然后这个线圈呢以 Omega 的角速度在旋转啊，经过 T 秒的时候呢，从零开始经过 T 秒转到这个位置，
那就是说 A 从这里转到这里经过 T 秒钟啊，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角就是 Omega 乘 T， Omega 乘 T 哈，我们可以画出这个欧米伽的方向，朝上的话就是这样转 ，OK， 啊，现在我们看它的 EMF 是多少啊？这一段。那我们现在看是磁场保持定值，是导线在磁场里边运动，于是啊，我们就用动身电动式啊，动身电动式来看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四段的导线的线段，每一个线段都在这个磁场里边运动，那么它都会产生EMF 都会有这个 EN 啊 ，EN。我们先看这一段 ，OK？ 我把这个地方啊，四个角，我把这个当作 P， 这个 Q， 这个当作 R， 这个是 S 啊 ，S。好，我们现在看 PQ 这一边啊 ，PQ 这一边，好 ，PQ 这一边呢，它运动，它是导线。它运动的方向啊，就是跟 A 的方向相反，啊，是这个，这个是它的 V， 啊，就好像说它是绕这个轴转嘛，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它是朝这里，啊 ，A 的朝这一边啊，那么 B 场呢不变 ，B 场还是这个方向。B 场还是这个方向 ，B 还是这个方向啊。好，那么 A 跟 B 的夹角是等于多少呢？你把这个延长啊，延长，这个就是 omega t。那这个角呢，就是派减 omega t 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说它的 EN 是 V cross B 啊 ，V cross B 是这个哈，所以这个是 EN 哈。好，那么我们说，PQ 这一段啊，它的 EN。V cross B， 它是等于 V 乘上 B 乘上派减 omega t。好，这是等于什么？还是等于 VB 啊？这个方向我们来说一下，这个方向我们当作 y 的方向好了 ，OK 啊？这个 y 的方向。VB sin omega t y 的方向，那么这一段呢，这一段正好跟它相反啊，它现在的 A 啊，它的速度跟 A 同方向，这是 V 啊， B 场也是跟这个 B 场同方向，这个就是 omega tOmega t， 所以，RS 这一段它的力 V cross B 啊，它的 EN 啊 EN 啊 EN V cross B，V 是先在这样子的 ，V 在这边呢 ，B 在这里啊 ，V cross B 朝下，所以它的 EN 呢是这个方向。这个方向
跟这个啊方向相反啊，方向相反 ，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了，所以我们说这个RS EN 哈、啊、，RS 这一段 EN 呢等于也是 V cross B， 它就是负 Y 的方向。VB sin omega t 和 EN， 那这两段呢我们再看，等一等我们要求这个 EN dot DS， 对不对？ EMF 是 EN dot DS， 好，在这个地方的 DS 我们就顺到这个轴，顺到这个轴 DS， 这个也是啊，所以这两个都是跟 DS 同方向哈 ，DS 跟 DS 同方向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EN 跟 DS 平行，这个也是哈，EN 与 DS 平行。好，现在我们看 QR 这一段。QR 它的它的这个长度哈，它的 DS 是这个。我们看它的 V 好了哈，它这个 V 啊不是常数哦，因为它绕的这个转哦，所以这个大小都不一样啊，这个大小不一样，这个速度大小是越往外面越大哦，哈、啊，越往这边的速度跟这边的速度跟这个一样，跟这边一样，所以呢，它的 EN 呢也是跟这个同样的，因此在这边的 EN 呢，它是这样子，我把这个。说这个 EN 这个时候是这里是这样子，再过来一点呢就变小了，再来更小了啊，到这里就是变成零啊，这边就跟这个同方向啊，越来越大，到这里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是 EN， 大小不一样，但是它跟 DS 一定垂直。大小我们不管它了，在这个路段上面呢，我们可以写这个路段啊，S P 两个路段啊，都是这个样子，这里是 D S 这样子的，然后小一点，更小一点，然后方向反过来。啊 ，DS 就是朝这个方向 ，DS、DL 都一样啊，我用 DS 也可以用 DL 哈、啊，哎，都一样。好，那么于是啊，我们说这个 EN 是 perpendicular to DS。好，那么。这个线圈里面的 EMF 等于什么呢？啊 ，EMF 这个时候，它是等于 EN。你这写 DL 跟 DS 都一样哈、啊，反正 DL 跟 DS 都是代表一段的位移向量，有的书上用 DL， 有的书上用 DS 哈、啊，我们都熟悉一下。它因为它现在是一圈呢、啊，它不是一段呢、啊，哈、啊，好，那么一圈的话呢，一整圈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 ，P 到 Q， E N dot D S， 再加上
Q 到 R EN dot EN dot DS R 到 S 再加上 S 到 P 啊 EN dot DS 分成四这两段里面呢这两个垂直啊，所以在 SP 里面这个是零，在 QR 这个，那么在这两段里面呢，这个都是同方向，对不对？同方向它就等于两倍的 EN 的乘上这边的长度，长度是 A， 长度是 A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值带进来。它就等于两倍的 V 哈 B A 乘 sin omega t。 那 V 是什么呢？ V 在这两段里面呢， V 就是这个地方的速度，这个地方的速度哈，这个速度。那这个 V 它是等于啊两倍的哈 ，v v 它是等于二分之 b 乘上 omega， r omega 等于 v 嘛哈，然后乘上b 乘上 a 乘上 omega t， 好，二跟二约掉 ，a 乘 b，a 乘 b 就是大 A 呀、啊。大 A 啊，再乘上磁场啊，再乘 omega sin omega t， 好，这个 EMF 就等于这个。那么这个线圈是一扎了啊，如果是 n 扎的话呢，我们就乘一个 n 倍就好了啊，有 n 扎啊，则EMF 就等于 NAB Omega Sin Omega T 啊 ，N 倍 ，A 就是面积 ，B 是磁场，这个是线圈转动的角速度。然后这个 A 我们虽然现在用的是长方形的线圈来算小 a 乘小 b， 但是它呢？可以用在任何形状的线圈哈、啊，任何形状的线圈 ，A 都是代表那一个线圈的面积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再看，好，那么这个是一个线圈在磁场里面转动的时候，它的一个 EMF。啊 ，EMF， 那么这个 EMF 啊，你就可以看出来啊，它有 EMF， 它就会有电流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会有电流哈、啊。那因此我们说这个，像这个就是什么啊 ，QV cross B 啊，啊，电荷在里面被它推动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发 QQ。乘上 V cross B， 这是一个发电机的原理啊，发电机的原理。我们上次讲过，带有电流的线圈在旋转的时候啊，啊，它会有产生一个 torque 啊，一个力矩啊，产生一个力矩。那因此呢 ，I L cross B， 那就是电动机的原理啊。